首先呢，志豪为了安排我们第一主要表演的这个节目，就是我拄好甲各位介绍过，我们生活文创娱乐公司，这间娱乐公司真的不简单，承包大型的这个演唱会，但恭喜胡雄这场，包括对咱今年的这个跨年晚会啊，在我们这个剑湖山的大型跨年晚会，都是由我们生活文创来承办。陶姐这个为了安排他旗下非常优秀的四位辣妹，他们。跳舞跳得非常好，远近驰名，得奖无数，掌声欢迎 Baby Girl 带来精彩的演出，谢谢你们。
Baby Girl 这样的演出，三首这个劲舞的表演，大家都知道。